说这个呢是吉林白山一位妈妈拍下的画面啊，大家伙儿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明白啊？那个不是什么新款的育儿小车啊，那底下啊是一个扫地机器人。这妈妈呢出去洗澡去了啊，说让这个爸爸呢看会儿孩子。结果呢出来就看着这个爸爸在一个小盆里边啊铺了一个毯子，把孩子往里一放啊，再连盆带孩子的就放在了扫地机器人上，满屋子溜达啊。然后自己呢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扫地机器人为这个家我觉得承担的太多了，设计的时候没说还得带娃啊，关键是这种方式他可不行啊。这位爸爸，这万一要是靠近墙边啊，给孩子的脑袋磕了个包，你可咋整，对不对？万一盆翻了咋整啊，对不对？各位家长，咱们千万不要效仿，不靠谱。要不有句话咋说的，说孩子安全的时候这爸爸才是最大的隐患啊。括弧这里边不包括我啊。